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定理二之四了。这样子推导会不会太快啊？会不会？应该还好吧？你可能只会觉得很神奇，说为什么刚好这边刚好就会是 W，然后这刚好就会是它的微分啊？那他我想人家不是突然就想到，他一定是踹过很多遍，然后才可以发现这件事情。OK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定理二之四。好，它现在讲的是说，如果 y1、y2 呢，它是一个线性独立的解了。OK，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测试的方式 verify 说，这两个果然是线性独立的解。那是否这个的？好，那接着他说，那则每一个解都是任何一个解。则这个问题的任何解，它都是它的 y1 跟 y2 的线性组合。也就是他想讲的，就是如果任何一个解，我叫一个任何解 y3，我随便拿一个解叫 y3，则这个 y3 必然是 c1 y1 加 c2 y2 的线性组合。也就是你的解啊，任何一个解，我或者说应该这样讲，你的解空间一定是由这两个线性独立的解所 span 开来的。所以你所有解都会落在这里，跑不出去了。OK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 claim。OK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跟大家证明这件事情。证明这件事情，那这边的证明其实会用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，刚这个恒等式Abel's identity，我用到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看我们要怎么证明。好，这证明的想法是这样。我现在就说好，我有一个 y3，好，我有一个 y3 的解。那这个 y3 呢，是任何一个解啊。假设我现在已经知道 y1、y2 了，那我现在拿一个解 y3，OK，那我这个 y3 我不对它做任何的设限啊，你爱什么是什么。我一个解是 y3，好，那所以我就假设y3 是这个 ODE 的另外一个解，OK，好，则我最后想推到什么结论？我想推到说，我的 y3 必然可以由 y1 跟 y2，然后搭配一些 constant 而来。如果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证明过程，那其实我就证完了。OK，我现在说 y3 是一个解，然后它最后可以一定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那我的证明就结束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看，我先做一件事情。好，我现在知道，但我知道 y3 是另外一个解。我原先也知道说 y1、y2 也是个解，而且它是个线性独立的解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可以写出 y1、y2 好的这个 Loskin，可以吗？我透过刚刚的贝子长这个 Loskin definition 啊。我可以写出来，它叫做 y1 y2 prime 减 y2 y1 prime。OK，我可以知道它的定义是这样。那同时呢，我又知道说它被想这个 Abel's identity，我知道这个 Loskin 行列是，它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 c 啊换成一个叫做 k 的 constant，然后给它一个下标叫 k12，用它的标是我现在弹的是 y1 跟 y2 的。好，所以这是 exponential 的负的 p of x dx，OK，所以我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那但我也可以对，好 y1 y3 这样子做，OK，y1 y3，好，那我就得到是 y1 y3 prime 减 y3 y1 prime，也是从它的定义来。那我右边这边呢，依然还是可以写成 y1 跟 y3，它有一个写成这个积分的式子，是我的把这个 Albert identity，我可以把前面的 c 改成，因为它是 e3 所以我会变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好，again 我再来 y2 y3，好是 y2 y3 prime 减 y3 y2 prime。
那23的话我就写成 K23E 的 P of X dx。 好，所以这边只是很前面比较单纯的，就是我知道它是它的解。 OK， 那我去求它的这个 Rosecan。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一样，我把这个这一式我称它叫做第一式，这个叫第二式。好，我发现说，我可以做一点点小的动作，我把第一式把它乘上 y 2这边，好，我乘上一个 y2 它显然是 E3 的 Rosecan， 那我乘一个 y2 就是它缺什么我就乘什么。那刚刚第二式呢，第二式下面这个我一样把2跟3啊，它现在是 y2 y3 的，我把它乘上一个 y1， 乘上一个 y1。 好，那我这样做之后，但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右边也一定要乘啊，这边也别忘了要乘，这边也会乘上一个 y2， 这边也会乘上一个 y1。 好，那我现在把第一式乘完之后，乘上 y2 之后，然后还有这个第二式乘上 y1 之后，我把一乘 y2， 然后帮它去减掉我的2乘 y1， 一乘上 y2， 然后去减掉这个第二式的乘上 y1。 那我去减之后，我会发现什么事情？好，我们看看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它有没有哪一项可以被消掉？你看出来吗？好像有个 y1 y2 的 y3 prime， 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前面这一个？这两个都有啊，都有。所以我这样一剪完之后，从上面剪到下面来，所以是 y， 这是 y 负的 y3 y2 y1 prime。 OK， 然后要加上下面这个啊，剪变加上上面 y3 y2 prime。Y1， 好，那接着我们把 Y3 提出来，我把 Y3 提出来，好 ，Y3 提出来，同时呢，我会把这个式子改写一下，变成是 Y1 Y2 prime 减掉 Y2 Y1 prime， 可以吗？然后接下来变成这个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会发现，哎 ，Y3 后面有一个这个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好，中间这个括号是不是就是上面这一式？是不是这一个？好，你现在这个括号起来，这个是不是就上面那个？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Y3 乘上 W 的 Y1 Y2。OK， 所以这个是等号的左边，等号的左边。那当然，你这边这个 Rosecan 这个还可以把它改写成 Y3 乘上你的 W， 那 WY1Y2 是不是可以写成 K12， 然后 exponential 的负的 P of x dx。 好，所以这个到这边为止是我们在剪完之后在左边那边。OK， 好，我们往下振，好不好？刚把左边处理好了，我们把左边处理好了，左边在这儿，我们把它剪了之后，乘了一个 y2 for 这一个式子乘 y2， 然后这边乘个 y1。 那右边呢？好，右边会怎么样？我们看看。好，我当然知道说你的右边这个式子，我也要上面这个减下面这个啊。所以我应该也会有出现一个，我就直接把它先抄下来 ，y2 的 k13， 然后 exponential 的这个，然后会去减掉 y1 的 k23， 然后一的，那 exponential 这个，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这样的结果，我把就右边这个 exponential 这个项，我把它找出提出来。所以我得到一个 K13 的 Y2 减掉 K23 的
y 一啊，然后后面这个我把它照抄。好，这我得到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右边。所以你发现什么事情？刚刚在左边这边呢，有一个这个项，然后右边这边呢也有一个这个项。OK， 那当然。你会发现这个项不是 exponential 这个 function 不会是零啊，所以你得到一个等式叫做什么？你看到前面这个跟右边的这个东西 ，OK， 所以我 y 3 k 1 2就会等于什么？下面这个 y k 1 3 y 2减掉 k 2 3的 y 1，所以我得到一个结果，我发现哎，我的 y 3啊k 乘上 k 1 2会等于这个，那我现在又把 k 1 2给除过来。我把它除到等号右边来，所以就会得到一个 k 1 3，然后我把 k 1 2除过来，然后的 y 2，然后去减掉 k 2 3，然后 k 1 2的 y y。OK， 好了，那你看到这边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c 1 y 1加 C2 Y2，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。那谁是 Y1？C1 是谁 ？C1 就是负的 K2 三分之 K， 不 K2 三 over K12。那你的 C2 呢？就是 Y2 的系数啊，就是 K13， 然后 over K12。那因为你现在告诉我说 Y1 跟 Y2 一开始就是一个线性独立的解，对吧？你跟我说 y1 y2 是线性独立的解，那在写成这个式子的时候，你算它的 Loskin 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它是线性独立的解，所以这个解这个 Loskin 一定是不等于零的，第一式一定是不等于零。那不等于零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因为你这边也是 exponential 的函数，所以你这样说 k12 一定不等于零，所以我的 k12 其实是不等于零的， k12 是不等于零的。知道吗？因为 我告诉你说，所以这个线性独立这件事情，在这个定理很重要，因为它是线性独立的，所以可以确保它的 Loskin 不等于零。那不等于零之后，你在这个式子里面，因为后面这项 ，OK， 所以你这个 K 2绝对不可以是零啊！啊，如果 K 2是零，后面就都是零啊 ！OK， 好，所以 K 2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的话，在这个系数里面，因为它是分母嘛。这表示什么？你的 C1 C2 你的分母不等于，表示你 C1 C2 存在啊， C1 C2 存在是吧？这表示说你的解啊，我刚的 Y3 是哪来的？我就随便拿了一个解啊，我随便拿一个解，然后呢我现在果然可以把这个 Y3 表现成 C1 Y1 加 C2 Y2， 其中有 C1 分别是这个， C2 分别是这个。 OK， 那你现在因为 K2它不会是零，所以这两个 constant 你找到了，所以表示说你的解一定可以表示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到这边其实证明就已经算结束，因为我已经把 C1 跟 C2 找出来。你给我任何一个 Y3， 我都有办法告诉你说，我要把 Y1、Y2 拿来做线性组合，它的 C1 跟 C2 该怎么决定，我都找到了，所以一定就是可以是我们想要证的这个线性组合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刚刚的 Y3， 如果你看，如果你想一下，如果 Y3 跟 Y1 是线性相依会怎样？如果 Y3 跟 Y1 是线性相依会如何？ Y1 跟 Y3 是线性相依的话，你这个地方表示它会等于什么？ Y1 Y3 是线性相依的话，它的 Loskin 就是0，对不对？它是0的话，你的 K13 就是零嘛，对不对？那 K 3是零在哪里？在这里啊，你的 K 3就是零，所以你的 C 2就是零啊。那 C 2是零在哪里 ？C 2是零就没有 Y 2这一项啦，所以你的答案就只剩下 Y 1一项。那没错啊 ，Y 1 Y 3是线性相依，他们是存在一个 constant， 跟它有关而已。看出来吗？知道吗 ？Again， 你如果是 Y 3是跟 Y 2线性相依的，那则你会有另外一个可能，我就不讲了，你看出来 ，OK， 那就只会剩下某一半。那但这里 general 而言，它就是两个，所以可能是
它就是可以由它们来表现出来。好了，所以这个证明就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证明，我再强调一下，它非常重要。OK， 等于你所有的解都由它们所这两个原来的这个解的解空间所 span 开来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谈到这个地方。